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中国这个文化也好，中国的功夫也好，可能需要人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。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今天我们也能帮你的爸爸弥补一点点遗憾。所以今天我也很高兴，也从少林寺请到了一位真正的师父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指点指点你的爸爸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师父出场。啊，好可爱！你还没困是吧？我都担心死我了啊！我怕晚上到睡觉时间你得吃奶上床睡觉了啊！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你今年几岁了？四岁。四岁是吗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三宝。好，那那个可能你一出来吧，我们身后的想跟您学的徒弟啊，有点不太相信。你四岁你会什么功夫？你能先简单给我们展示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有请。好玩了吧？哎呵，马上就进入状态了。嘿，哎呵，哎呦，真棒！有。哇！哎呦。可爱，哇哦，这也是有功夫哦！别看我们只有四岁啊，哎呦，太可爱了！哎呀，咬鞋，哎呀呀呀，牙长全了吧？哎呀呀呀，真棒，太棒了！我这个表情，你问这什么意思是吧？你是等我们的掌声呢是吗？怎么样？你少林寺来的？少林寺的吗？你少林寺来的？在少林寺习武几年了？从小就在少林寺。从小就在少林寺。你刚才有看他的表现吗？有。哦，你觉得他的功夫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还可以。那你能指点一下吗？能。可以哦，那太好了。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教学呢？先教点什么呢？先太简单一点的，可以吗？我们先看看他能不能做到。先练一个朝天蹬。可以，我上来就那么难啊，朝天蹬，先试试，看徒弟能做到哪儿，好吗？师傅，您先给示范一下好吗？嗯。哇！还背到后面去了。哦呦，小师傅你好厉害！哎呀，还要非得往这来这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知道你的腿好，嗯，可以尝试一下吗？这个是很难，非常难。主要是裤子有点紧哈。哦，这个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师傅。来个简单一点的，来个简单点的，你再来一个。看那表情。嘿，怎么样？这个做的还到位吗？可以吧？这小手，小手往那一搭，就你这个手型，我猜一下，你就是应该经常教学，是不是？你有很多的学生。是。不好意思，那您觉得您身边的这一位可以跟您学吗？可以。嗯，太好了。好 ，Thank you。谢谢。是这样，接下来呢，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进程呢，该您的徒弟表演了。然后唱歌之前呢，您鼓励鼓励他，你给他加加油，好不好？可爱。几岁了呀？你几岁了？交朋友，交朋友，交朋友。你唱什么歌呀？好老歌。拿着单词讲。都会什么英语？还有。这个问问题的环节咱们就结束了，咱现在就给他加加油就行，行吗？加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洗洗睡吧，挺晚了。谢谢。